孙艺珍在三月底结婚，绝美世纪婚礼完成超浪漫。两位都是演艺圈大咖，请来的亲朋好友可说是众星云集，媲美颁奖典礼。这个歌手也请来 OST 女王 GAMI 以及音源强者 Paul Kim 来演唱。而日前 Paul Kim 在节目上透露了被邀请的幕后小故事。한빈손예진선배님하고는어떤인연이있으신거예요이게제가최근에두분이또결혼을하셨잖아요네네제가그축가를불렀었거든요너무떨리는자리이기도해서맞아요거의안하거든요네네정말친한친구아니면망치고싶지않아서또연락을주셔가지고이때는뭔가축가를부른다는마음보다는구경하러가고싶다 영광스럽게너무가고싶다세기의결혼이니까这简单又直白的理由也让韩国网友看了都笑翻。直呼 Paul Kim 太可爱，也非常能理解这想法。毕竟是玄彬、孙艺珍的婚礼，怎么可能不去啊？